抱歉，我怎么又睡过去了？明明约好纪念日一起去祈福的。啊，好漂亮的羽绒花。我在梦里一直在想你呢，也想了一些宝宝的名字。好啊，我好期待呢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说金色的小鸟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哦。爸爸今天给了我好多礼物，我也要去给爸爸抓金色小鸟。色的小鸟，爸爸和我就可以获得更多幸福啦。你终于醒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你就是这样，总让人担心。不要担心，交给我吧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你呢，你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，我会倾尽全力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